家从这边爬上来，超不乖，人家都正常爬。哎，不要踩到人哦！哎呀，给我大恐龙。什么？我昨天把人家的玩具丢到这里面。这样怎么可以？为什么丢人家玩具？然后我就把人家的丢到这地板上。然后嘞？然后就捡不到了。是谁的玩具？别人。那他这样会哭哭啊？他有没有哭哭？对呀、啊，你为什么要把人家玩具丢下去？这样不行哦，不然你下次人家把你玩具丢下去怎么办？我把你手机看，就坏掉了，你就不行玩了。我不走，要走了。